哇，你手在帅不帅？好，反正见怪不怪，我的儿子是最帅的，弯过来，耶！他肯定会被找东西去的啊，他吵啊，长不在那边躲在去。对，他自己会去吃。我们不在，我在这里，他胆大点，我不在那里，他会，他里边他不会上门、啊。那是八哥。飞呀。这种鸟本来就很牛，还有灵性。飞呀飞呀飞呀飞！哎呀，找不到。飞。找不到他嘞。飞。来上来上来。你再吓一跳，他以后他不敢，以后他不跟你玩了。哎，飞过来，飞过来，耶！哇！这精彩，这是很棒，要感觉到。这是话吗？会说会说，肯定会说，不说会养不没意思。不说不说话养的没意思。不说话不给他吃。给我那个盒子，他等一下会。哇！再来，来，再来。你就点我那个螺丝。再来。把它掉下去的。再来。啊？啊，跑掉了。跑掉了。又回来了。又走了。啊 ，Coco！ 耶！耶！掉里去去。它在那里哦，在那里去捡去。行吧，你在这里。哇！哎呦！恰，好笑。没有啊，他好像东西掉了。没有，那个小女孩拿的。喵！他好可爱呀，泡泡。哎。还有鞋子在这里，这是八哥。这个盒子，盒子来的，是鸟盒。啊？下去你在干嘛？他会来吃东西。哇！好吃哦！你叫他吃了。小爸，等下可以他要再吃东西，你要吗？你要拿着鸟盒吗？你要拿鸟盒吗？来，啊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他会来吃。来，你拿着吧。哇！买小的过来。你小心点哈。啊，太小了养的。太小的。小养的听话，你能听音呢？你养大养不听音。他害怕你了。你给他踢那个玻璃钉那个吧。啊？你说话吗？哎呀，对对，那饲料，饲料为主。可以啊，不要你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对，不用害怕的。他是吃你的那个。现在不面授，我也关心不了说，他只能偷偷的说，明年了。他是要吃东西而已。那里有虫虫。对，他要吃虫虫。他抓虫虫来了，你等一下。你看虫虫。说明年四五月份他就说，他要吃虫虫。他偷偷的说，他说虫干饲料啊。好可爱啊。虫干饲料就可以，牛肉可以啊，你喂点牛肉也可以啊。吓死我！吓死我！以前我们养的是那个牛肉，吓死。吓死我。我们要养牛，你怕不怕？又来了，你在我的手臂上，哎，他在我手臂上，他都不怕啊？要吗？啊，好可爱呀，姐姐，好可爱，不怕？又来了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，太可怕了！他跟你玩呢，他是在跟你玩呢，你不要怕就行了。
他在跟你玩呢。等下我帮你丢下去哦，我帮你丢下去。啊，好可爱，对呀，好可爱呀，好可爱呀，没事，没问题的。好可爱呀，太好玩了，这太好玩了，这太好玩了，哎呀，好开心呢、啊。那仔仔，那你让小弟弟拿着吧 ，Coco， 让查理拿着吧。对呀、啊，来，对呀、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哇，好温馨啊，你们两个。你扎他飞到我这里来了，他会自己过来的，你有食物他就会过来的，傻瓜。我哎、欸啊、对呀、啊、他会过来的嘛。哎，这里面有什么虫啊？就是虫子，他们要吃的虫子，这是他们的午餐，他们现在要吃午餐。那个是虫干，他们要吃午餐。你没有，他不要。他要吃午餐，对，他在吃午餐。等一下跑了。走。啊！一锅菜呢。嗯，姐姐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，傻瓜？有什么好怕的？你手给他站了，不要这样摸他。你看，他姐姐的。姐姐，你看多镇静。他的背里在那边。跑我。哎，他要吃饭。他头要让他飞上去。他不怕，他不怕。来吃吧，来吃东西。仔仔，仔仔，仔仔，这样子，手这样子，他吃。好可爱。你抓他，他抓不到他，你抓不到他，你抓不了，他在那飞了。来，你不要去抓他。哇，太可怕了！他在我头上哎，怎么办？他在我头上哎，是在他的车吗？快点下来！要下来吗？我看不到你，你要下来吗？我觉得很可怕。下来吧。你怎么不下来呀、啊？吓死我！就是你对吧？刚才是你对吧？嗯、啊、嗯，你给他吃这个，对，虫干饲料啊，好可爱啊，虫干饲料就可以，牛肉可以啊，你喂点牛肉也可以啊。吓死我，吓死我！以前我们养的是那个牛肉，吓死我！我们养什么动物啊？我们养什么动物？哎呀，好可爱、啊，小珍。这个不会了，这个不会。好可爱啊！这个你不要剪，你要说话，你要说的清晰的。来，年后一年后再跟你说了，说明年肯定是。啊，好可爱！姐姐很镇定，你看多可爱。对呀、啊，查理要玩吗？要玩吗？你给我啦！你怕吗？你怕不怕？又来了！你在我的手臂上哎。他在我手臂上，他都不怕。啊，要吗？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，姐姐，好可爱，不怕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，太可怕了。他跟你玩呢、啊，他是在跟你玩呢、啊，你不要怕就行了、啊。他在跟你玩呢、啊。不要怕，你掉下去哦，我怕你。啊，好可爱，对呀、啊，好可爱呀、啊。好可爱呀、啊！没事，没问题的。好可爱呀、啊！太好玩了，这太好玩了，这太好玩了。哎呀，好开心啊！那仔仔，那你让小弟弟拿着吧 ，Coco， 让查理拿着吧。对呀、啊，来。
对呀、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哇，好温馨啊，你们两个。好趣，好有趣啊！太可爱了。耶、yeah, ，好开心啊！他们在喂八哥，他们在喂八哥。超级可爱的八哥，好乖哦，还会说话。Hello，Hello， Hello, 然后他还喜欢飞到你的头上。Hello， 嘿，嘿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要不要喝水？不用喝水，快！哇，又来了，他又来我头上了，好好笑。他又来头上了，他有我看有照到我吗？好可爱呀、啊！你怎么那么喜欢在我头上？不要拉屎就可以了哈！吓死我啊！吓死我！他又要飞了，飞吧！笨鸟先飞，你是不是笨鸟？还是你是聪明鸟？跑吧，跑吧，飞吧，飞吧 ！Hello，Hello。耶、yeah, ，这是安平桥，好漂亮啊，好好玩吧？嗯，嘿，飞过来喽！耶、yeah ，喂喂，查理 ，baby 捉住细佬啊，冇俾佢咁啊！对呀、啊。这小珍哇，他现在很喜欢小珍吗？嗯，哇小，你看你看你儿子，你看外后面有一个小坏蛋，现在怎么突然间那么勇敢？嗯，小查理，你为了这小鸟这么勇敢了、啊，拼了，拼了！你不要害怕，他不会伤害你的，对吧？他不会伤害你，不要害怕就行了。好可爱呀、啊，你。哎，对你小心点，对他不，哦。干嘛呀？以后就可以呀、啊。你干嘛呀、啊？查理，怎么玩？来背沙罗罗了，来背沙罗罗了，来呀，沙罗罗，沙罗罗，来呀。这是五里桥。是。哎，好开心啊！这是我的家乡，漂亮吧？好可爱呀、啊！他们两个在喂八哥。哎呀，你怎么把它全打开了？不要这样子。好可爱，可以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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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
好可爱，好可爱呀！好可爱。嗯，好可爱，可以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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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又来了，你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，他很喜欢我，他真的很喜欢我，他一直在我头上。好玩吗？哪里了？耶，还有一个。小心点哈！耶！又来了！哇，特种兵训练！特种兵训练！不理你们了。安平桥好美啊！